泪沟跟那个法令纹，还有嘴角，嘴角神奇的就是这一根。1000多根呢，里面是满满的玻尿酸，玻尿酸马上变成固体，刺到我们的角质层，然后把玻尿酸直接融化在角。这个胶原蛋白呢，里面不含一滴水，由下往上，由内往外，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太神奇了！这个滚轮啊，是一根一根的刺，里面大概有1000多根，这么多，它大概只有0.25 mm， 非常非常小，比我们的毛孔大概小1/6。毛孔已经很小了，它只有毛孔1/6，所以超级小。那这1000多根呢，里面是满满的玻尿酸，你就把它想成是什么？比如说液状的玻尿酸，马上变成固体，刺到我们的角质层，然后把玻尿酸直接融化在角质。哦，这么神奇！本来觉得刺刺的，对，推到最后你会觉得，哎，那个刺变钝钝的，因为玻尿酸融到肌肤。真的吗？这么好酷哦，好特别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人呢，你可以呢先用他们的胶原蛋白。这个胶原蛋白呢，里面不含一滴水，因为它非常纯，然后完全没有水，所以呢，抹起来你会觉得很像在抹油的感觉。好，我先帮你打一点点底。就是第一次用的人啊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做。那如果说你已经用习惯，你就直接洗完脸之后来用。洗完脸不可以有水哦，完全不能有水耶，因为水会去溶掉它的玻尿酸。同一个方向，会痛吗？不会，但会刺刺，就像老师讲的，会有一点刺。由下往上，由内往外，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就是狗，怎么了？应该毛孔比较粗大的地方比较有感。哦，是啊，真的会。可是推到最后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可是老师，你推到这里。一直推就没有刺刺的了。对，因为它已经开始在融了。哦，其实如果你有放大镜的话，你去看它那个针哦，很奇妙。你滚一次的时候，比如说还是尖尖的，滚到第二次它会开始变钝，滚到第三次它就更平。嗯，因为它的玻尿酸就已经融进去了，所以整个脸就是一根就用完了。对，哦，一次一根，一次一根，一次就把这个用完。这里面呢，97%都是玻尿酸嘛，而且是大概平常我们看玻尿酸原液的3瓶。哦，就在这一根里面。老师，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感受吗？而且你现在在停止的时候，它好像感觉在作用，哎，对，它就是把我们的角质层，当你在推的时候，它玻尿酸一融进去，你会发现你的角质层已经在吸那个玻尿酸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很明显。等一下，一整脸用这一根，一根，这感觉会拉皮耶，慧茹，因为它皮肤超薄又超敏感，而且这个也可以，脸已经有作用嘞，有，就这样推，有偏歪哦。对，推上去，然后呢，眼下就轻轻的往上，好特别。其实大概可以滚个大概3分钟左右就差不多，就你自己去感觉，哎，跟第一次滚的那个针不太一样，它变钝了，就代表它的玻尿酸融的差不多了。好新的科技哦，而且它在韩国超流行，一些韩国明星啊，或者是网红啊，他们要上镜之前。他们就这样来滚，来化妆前，然后就自己滚一滚。对，因为你滚完之后，你皮肤是满满的玻尿酸，对，就会上妆超持妆。你鼻子歪了耶。对，你鼻子好歪。我觉得最明显应该是泪沟吧，泪沟，对，有哎，有泪沟，泪沟，哦，有哎，泪沟消失了，对啊。等一下，老师，我脸歪了。对呀，哎，而且我这么敏感的皮肤，哎，还是可以使用哎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泪沟跟那个法令纹。还有嘴角，很明显，嘴角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對對對，就是这样滚，然后应该已经钝钝的了吧？对，这样子抹的时候，它已经没有感觉，代表玻尿酸，这一颗玻尿酸已经完全被你吸收了。有新的科技哦。然后一个礼拜开一个，然后把它撸一撸，撸完你的皮肤呢，就完全呢被打开了那个吸收通道。这时候擦什么就吸收什么。我们滚完，我们也可以再上一层这一瓶。对，你可以上一层这一瓶，或者你要加你平常用的保养品，保养品都可以。把它划过去，太神奇了，真的，好厉害，很厉害，好厉害。看我的关节。实在太神奇了，只是简单的滚动按摩就让慧茹年轻好几岁，冻龄女神又回来了。达人推荐好物哪里买？官网指定推荐通路，快来下载女人我最大 APP， 聪明消费不踩雷，都在女人我最大购物网。